最近很多朋友们都在说，咱俩这突然在一起了，是不是因为你怀宝宝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想啥呢？没有的事儿。那他们老是问，我也得回答他们呀。答案就是没有啊。那你说没有就没有了，那咱们也得证明给他们看。不是，这咋证明啊？那个，我出门的时候买了这个。你去测一下，这就不用了吧，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我买都买了，你去测一下嘛，那个这样咱俩就放心了。那行吧，你等一会儿啊。花花，你这干嘛呢？我都等半天了，你还有心情在玩手机？这个还要十五分钟呢，我先玩一会儿，不着急。对了，这个是不是有十五分钟？差不多，看一下。你看，我就说不可能有宝宝，咱俩都没住一块儿，咋可能有啊？啊，也是哈，咱俩都没住一起，咋可能有宝宝呢？那假如说范范，咱们两个要是真怀了，你说咱们是要还是不要？你问我爸爸，我爱想问你。那我肯定要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知道带一个宝宝需要付多少钱？我知道呀，如果真的有宝宝的话，我肯定加倍加倍努力，让你们两个过上最好的生活。这会儿说这么好听，谁认你？你就放心吧，范范，我必须得做到。对了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我喜欢男孩。为啥？因为